为的是向预防和打击贪腐、打击诈骗、反贪反诈的政策。最近向工作邀请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江进兴担任讲师，提升社区反贪反诈意识，认同政府打击贪腐和诈骗的决心。公部门呢，在连结的部分呢，就必须要很谨慎、很用心。那我们这一次有邀请的对象，包括了我们的村长，还有社区的理事长啊，包括我们的公务人员。那把无趣的东西变得比较有趣啊，非常感谢哈、我们的主讲者哈、都把每一个议题、每一个主题哈、都讲得非常的生动，然后让大家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吸收正确的一个观念。活动一开始，由水上公所幼儿园以独立白面爱分面的舞蹈来开场，佮特别安排机关首长和水上乡的村长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来互动，气氛是真。上水的莲呐、台语叫做水上上水的莲呐、就是水上有这个名产是莲花嘛、我们取它的谐音，水上哈、水上上水的莲。那我们邀请了社区的村长、理事长啊，还有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有家长，还有我们内部的同仁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主要的议题啊，就是土地以便民，还有打砸新市法，都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社区的每一个分子，还有我们同仁的心中。在主任检察官江进兴的带动之下，把社区反贪反诈的知识，彻底来参加民众心中，打造社区贪污零吞论，并且了解诈骗，进一步防止诈骗。记者黄美佳观察报道。